来看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今仔去登记了，无党籍黄珊珊今仔嘛发表头一场的政见，伊讲希望未来甲对手一礼拜办一场辩论。民进党的陈市长今仔是出席社会的活动。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张万安，初一带领十二个青年，骑车马到台北市选委会，正式登记参选台北市长。在媒体访问的时候，伊也针对前一天黄珊珊邀请对手电视辩论，提出伊的想法。我每周都固定会公布我对于台北市政的政策，接下来也会持续端出牛肉。黄副市长也可以清楚地告诉市民朋友，他跟柯市长的市政方向有哪里不同？新的名片刚刚问世的。在同一天，黄珊珊也在大安区的竞选总部发表伊的第一项政策，提出首都进化双直线的概念，讲要让台北市各区拢有发展。面对这期，若是选调，市政当然有现任市长郭文泰的影。伊讲，市政本来就是按照现有的基础继续行。我想，市政建设是累积的，就像对面的大巨蛋一样。他就是留下来了，你就是要处理啊。如果没有利的，本来就该取消；如果有利的，当然要继续执行。另一边，伫网咖北配了，民进党陈市长参加社福活动，针对前一阵啊推出社会福利政件，让两个对手认为是无实际、搁压钱的政策。陈市长讲有意见，拢会使讨论。是一系列的，好，那有计划的，在政策上能够帮助，好，我们在有新生儿的爸爸妈妈，让他们能够在生育跟养育的时候能够更安心。台北市长选前三卡都严肃高峰，市民嘛咧等待候选人提出实际的政件古巴，进一步接受检验。记者郭文鼎随社区认证派文台北报道。